一族有着漫长的生命，这是一种恩赐呢，还是一种诅咒呢？朕即是妖族之王，朕的意志即是妖族的意志。啊，打扰您了，我是赛琳娜，请多指教。我才是皇天帝国真正的统治者，只有我才有资格继承圣位。解决不了的事情，就用微笑来面对。想要我追随你吗？您就是要成为我主上的人吗？你选择了我吗？好开心啊！